我们今天所跪的，把极乐世界搞清楚、明了，把这个世界搞清楚，两个一比较，再把娑婆世界放下，我就到极乐世界去吧。这个重要啊！啊，你真的想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说的容易啊，做的不容易，真难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业障、烦恼、习气太重了，无量劫来累积的这些东西，啊，哪有那么容易说放下就放下了？啊，我们今天把这个身心世界放下了，那是一点点的。啊，这是烦恼习气的很小的一部分的，只要把这个坑放下，就能往生。我们今天所跪的，把极乐世界搞清楚、明了，把这个世界搞清楚，两个一比较，再把娑婆世界放下，我就到极乐世界去吧。这个重要啊！啊，你真的想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说的容易啊，做的不容易，真难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业障、烦恼、习气太重了，无量劫来累积的这些东西，啊，哪有那么容易说放下就放下了？啊。我们今天把这个身心世界放下了，那是一点点的。啊，这是烦恼习气的很小的一部分的，只要把这个坑放下，就能往生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时，一定要身心不移。啊，佛没有一句假话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话不能听啊，假话太多了，骗人的话太多了。啊，佛菩萨没有一句话是骗人的。啊，这个要深信不疑。啊，一定要相信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这个话是难信之法了。所以这个经叫难信。这本经啊，啊，难信之法，啊，哪有什么见思烦恼一品没有断，到极乐世界能享受，啊，七地菩萨的待遇，啊，阿惟越智是七地，啊，七地菩萨待遇，啊，阿弥陀佛给的，不是自己有的，啊，阿弥陀佛给的。后面他这个这小节有一句话，故云凡有言说皆无实义，因为言说也是相、啊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言说也是虚妄、啊、种种表法还是虚妄，这个要知道啊，那言说要不要呢？要，对没开悟的人要，对开悟的人不用了，啊，不需要用言说了，啊，所以对六道众生要用言语，要用表法，啊，到四圣法界用言语就少了，还是要用。啊，表法就比较多了。到十报庄严土里面都不需要用了。啊，不需要用，因为自己没有圆证自信。你看，经上跟我们说的肯定不是假的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每天听佛说法啊，同时他能够分身，能分无量无边身，
到十方诸佛国度里面去供养佛。供养佛是修慧，修福，听佛说法了，是智慧，福慧双修啊，永远没有停止啊！他那个身完全是化身，来去自由啊！在那个境界里面，我们知道没有空间，就是没有距离。啊，念头一想，境界就现前，就在眼前，就在当下。啊，真的没有来去。啊，经中有讲啊，十万亿佛国度啊，那是方便数，那是随顺俗地数。我们想象当中难，真难，在他那个境界里太容易了啊！有身体，身体不像我们现在这种色相，啊，他们的身体色身，他也有色身。佛经里头讲的一种叫无表色，啊，什么叫无表色呢？啊，譬如我们想象，啊，我们想张家大师，我一想张家大师当年那个形象，哎，就在，我很清楚，你们看不到啊。啊，这个色呢，就是无表色。啊，我们做梦，梦中境界也很清楚。啊，那色相鲜明呢？可是我正在做梦，旁边的人说他看不到啊。真有色相，他看不到啊！可是有天眼的人能看到，那就说明啊，这色不是假的啊！有天眼、有定功的人能看到啊！我们的心不清净，妄念太多啊，所以看不到啊！起个念头，它就有相。相由心生啊，起念就有相啊。啊，想一个山，它就有山的相；想个树，就有树的相；想个花，就有花的相。啊，想什么，那相都现前。它怎么会没有相呢？相从心想生。真的是千变万化了。这个。还原观里面讲啊，出生无尽的，千变万化了。啊，我当时读这一句的时候不好懂啊，就想想到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啊？我想到小时候玩万花筒，那万花筒不很简单吗？真千变万化了，出生无尽啊，三片玻璃。里面捡一点碎纸片，不同颜色的，啊，你永远去转，转一个星期也不会有两个同样像出来。啊，那佛经上，我们自信是不动的，阿赖耶是动的，所以阿赖耶就像万花筒一样，出生无尽。变化无穷啊，但是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。所以确实
皆无是意。啊，这是说明变法界、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啊，物质现象也好，精神现象，你可别当真，你可别迷在里头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你可不能动个念头想控制它，想占有它，错了。只要起这个念头，你老人家就堕在轮回里面了，你就出不去了。啊，所以觉悟的人啊，他所有一切东西，你问他好拿去吧。啊，真的是念头都没有。啊，他没有分别执着吗？啊，我用你用是一样吗？啊，钱丢掉了。给那个捡到的人用，不是给我用一样事情，有什么两样的？你说他多快乐那是快乐从这来的啊。啊，你为什么苦呢？样样都想占有，样样都想控制，那你就苦不堪言了，你错了，你迷了啊。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